好畫家咁啊 ，Paul Anka 佢就 Painter 咁啊，嗰陣時就成日會有呢啲咁樣嘅，即係香港人填詞咧嗰期，而家都係嘅，盡量可以嘅話咧，點解咧？你諗啲詞匯就諗詞匯啫，諗題材都難噶嘛，人哋已經有首原曲嘅題材，咁係咪最容易咧？最好嘅不過啦，跟翻題材嚟填就嚇，唔使諗咁辛苦。好啦，我哋講翻幾嗱嗱聲講埋幾單新聞先。咁啊，首先跟進下琴日咧。阿馮素波講過，佢之前因為喺24年前，爸爸過身啊，馮峰過身嘅時候咧，即係喺接受呢、這個啊訪，即係叫群訪啊，一大站喺排隊嗰嘅時候咧，俾 TVB 咧，因為話哇個畫面見到個啊 ATV 個咪牌喎，咁啊俾咗張安寧信佢，咁其實都係往事一宗，我哋講下笑咁解嘅啫。啊點知啊，竟然咧啊令到咧，原來當日咧。啊嘅亞視主持啊，即係訪問隊咪牌俾佢嗰人咧，就出現翻喎，就向佢道歉喎，話唔知搞到咁喎。咁啊，其實誒嗰、那個咧就佢都有介紹，原來嗰個咧啊嗰、那個報道嗰條友叫鄭海忠啊，咁啊當其時今日睇真啲嘅主持，咁啊誒亦都後來咧就啊參加過無線嘅TVB 嘅全民主持大賽，攞個全民男主持冠軍，咁但係冇喺呢個圈度發展啊。因為馬來西亞嚟嘅，嗱獨個仔大撚把錢，啊、又或者人冇嘢嘅，即係發展到咁上下啊，冇乜大突破啦。既然咁啊，再做即係揾翻啲第二啲嘢做啦。咁啊，佢話喂，當日我真係唔知啊，原來有咁嘅情形喎嚇嚇誒。其實嗰陣時真係聯播嚟㗎，由於嗰陣時媒體太多，波姐亦都唔知我將個咪牌啊放過去，係我堅持將個咪牌放過去，因為佢其實冇嘢嘅。你做記者咧？就永遠你唔會諗咁多嘢嘅，唔會諗呢個係咪 TVB 嗰個藝人嚟嘅，一定係想將個咪牌攞上去。第一個咪你收聲收得好啲，第二個咪牌屌你起碼見報啊，老細都知我做嘢，大佬係嘛？咁呢個係自然反應嚟嘅。咁佢話：哇，估唔到阿波姐咁大麻煩喎、啊，令佢收信。咁啊，佢喺個啊，佢而家都唔喺個圈度發展啦。雖然佢話咧，今日真係要同阿波姐講聲道歉，唔好意思。啊，今日睇新聞真係嚇咗一跳，話我真係要真至下跪。奉茶同你講聲對唔住啦，啊，咁阿波姐咧，即係記者梗係聯絡阿波姐啦，佢就話有睇到，但本身佢亦都唔認識對方，但係咧嚇，佢就話佢哋都用文字回覆咗阿鄭海忠，話多謝你讓我沉冤得雪，仲要整埋 emoji 笑喎喺度，即係阿波姐都好撚煙喎，啊，佢話不過當年你嘅堅持得為咗工作啫，係唔可以怪你嘅，唔好講下低跪低飲茶啦，係嘛？你嘅協議我收到啦，以後工作順利，前程似錦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OK， 即係嗱，呢啲咪得體咯。咁事實上亦都冇乜茶，即係茶杯裏啲風波嚟啫。講真，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咧，琴日成龍咧發文嘅時候咧，就啊透露咗袁輝嘅死訊喎。哇，其實真係佢唔發文，我真係唔知喎。咁記者咧就向阿田雞去引證。我話田雞而家差唔多等於屌有嗰個電影圈嘅白曉生咁喎。喂，而家其實個老總咧就唔係田雞啦，而家老總係古天樂。但係啲人咧，即係可能佢抵得諗肯做嘢啊，嚇、又或者古生忙啲啊，咁好多人咧都會揾阿田雞去即係釐清啲嘢咁。咁田雞話係啊，其實咧啊，袁輝早年移民加拿大，兩年前咧因為 Covid 離世㗎啦啊。咁啊！但係屋企人話唔好公開件事，咁啊，所以佢哋都冇特別公開啊。Covid 咁近排真係多咗好多啊，中翻啊，冚家產屌你諗啊！大家嗱，首先咧唔使擔心，上嚟我度買啊呢一、這個我哋嗰只叫做咩啊 ？Wildstop 嘅糖或者 Wildstop 嘅噴劑都得嘅。冚家產呢個福奇撲街有冇睇啊？佢屌你老母！佢話咩啊？第三次做 Covid 啊嘛，但係佢係打唔係第六次做 Covid， 打三次針加強針。你老母係你記唔記得2020、2021嗰陣時嘅話咧？屌你大家有打針啊，打咗針就唔會中啊。你老母你打咗，屌你三支針有加強版，中咗六次 Covid， 你夠膽唔膽講嘅？就係、是、你個冚家產，屌你老味係。好啦，成龍嘅原文係咁樣啊。原班人馬係我哋慶祝袁家班成立65周年嘅主題。我哋呢班人六七歲嘅時候就進入咗 Eugene 袁師傅嘅中國戲香港中國戲劇學院，一起唱念做打，一起辛苦練功，一起俾師傅打，亦都一起學咗好多
今後讓我哋可以安心立命嘅真本事。後來我哋陸續加入咗電影行業，師兄弟姊妹互相幫襯，互相幫襯，慢慢闖出屬於自己一片天地。出自袁家班嘅七小福亦都越嚟越被觀眾寵愛，好多人亦都成為咗電影圈入邊好叻嘅動作指導啦，很嘆的動作指導、主演、導演擁有各自代表嘅作品。就咁樣，時光一過幾十年，我哋臉上都有唔少皺紋啦，頭髮都斑白啦，好多動作今日都不能夠再輕易完成了，直情係完成唔到添，我懷疑。但係正如洪金寶大哥咁講，我哋呢班人一輩子摔摔打打，上天入地，如今仲能夠健健康康聚在一起，已經係奇蹟啦。今次聚會，我哋一起緬懷已經離開嘅師傅師母，於素秋師姐，師姐於素秋走咁，我真係唔知啊。袁倫、袁音、袁如、袁輝、袁容等兄弟姊妹，亦都彼此祝福，一定要珍惜身體，迎接下一次嘅相聚，祝福袁家班永遠嘅袁班人馬咁講。咁樣咧就係無意中或者有意啦，透露咗袁輝咧就離世。袁輝我哋當然熟悉佢啦，係嘛？咁我哋攞張相睇下先。咁大家可能最熟悉就係呢一套啦，應該就《新精武門》入邊做佢嗰個師傅教頭啊，即係幕前演出。但其實袁輝咧好多戲做嘅，就最重要咧，其實都唔係啊幕前演出喎，其實佢有好多導演作品嘅喎。不過今日咧，我反而咧睇見咧，即係琴日呢條新聞出嚟咧，原來賭聖啊，即係星仔正式登大衛之作啊，都話佢做導演，我就唔知道，我淨係成日知道係吳思遠出品嘅啫。咁啊咁啊低調啲啦，即係其實呢十年八年，因為香港電影界又唔生性啦，咁佢又移咗民啦，都少聽佢消息嘅啊。咁啊72歲又真係有啲早咁，但係冇辦法啦，係嘛 ？Covid，OK。COVID, okay?好啦，咁另外咧，嗱、這個奇怪啦，我睇見個報道，六師弟林子聰近況曝光，真係好笑。話說我琴日翻到屋企10點幾，見到我老婆同我仔喺度咿咿哇鬼叫，笑到嘻哈，我又做乜撚嘢啊？佢屌你又喺度睇功夫，因為功夫上啊 Netflix， 佢都睇過6888次啦呢啲戲。OK， 咁啊亦都20幾年啦，但係功夫啊其實真係係好睇嘅。但係功夫之後啊～星仔因為冇做啦，即係佢目前起碼冇做啦，啊就有啦《長江七號》咯，啊阿七仔嗰套啦，咁嗰套叫啊偉，其實都唔係差啊，但係就唔係我哋期待嘅周星馳戲啦。咁今日咧有報道咧就話又有六師弟林子聰嘅近況曝光，現身西甲球場，暴瘦潮水。嗱，我真係有排有好多嘢講，睇唔知佢潮水。第一條題，第一。近況曝光，你講到佢好似好耐冇曝光咁樣，其實早嗰排有套咩《功夫乒乓》啊，好撚買嘢，收幾十蚊有曝光。第二，現身西甲球場，你諗講咧，就真以為佢喺西甲，原來叫佢喺佛山嘅一個西甲球場嗰度現身。哦，屌！咁係咪啊暴瘦潮水咧？嗰陣睇好啦。咁原來咧。近日陳國坤出鋪，仲好撚憎呢條撚樣嘅，屌咁藍坤呢條藍坤，喺星爺嘅《少林足球》做小龍啦，咁啊亦都做真係做李小龍啦，《李小龍傳》啦，係嘛？咁近日佢喺佛山西甲球場度踢波嘅時候，被野山捕獲喎。哦，原來佛山有個叫做西甲球場，同場仲有六師弟林子聰。嗱，最好笑佢哋嗰啲球袋嗰啲用成，仲係寫佢少林足球喎，即係顯示得佢哋幾懷緬當日嗰個輝煌啊，佢人生嘅高峰啊，係咪？咁啊！但係網民就話：咦，哇！阿林子聰走咗幾個碼喎？如果唔係阿陳國坤提起都唔認得佢啊！啊！咁原來林子聰結咗婚，有一仔一女，喺內地發展，監製、導演、演員唔同崗位都有佢嘅蹤影。啊！佢都有寫啊，最近佢嘅電影《功夫乒乓》咧，預期票房不似預期。原來佢添啊！係啊！哇！咁真係慘喎！啊！而佢監製嘅藝人金剛嘅棟篤笑咧，又俾網民指出做粗仔濫造。種種壓力令佢暴瘦，網民叫佢加油，希望可以回復昔日笑口常開嘅六師弟。嗱，老實講，我一陣先講佢嗰啲作品先，我哋睇翻啲相先，係瘦咗啲啩？屌你老母，點會覺得佢咩潮水啊？潮水好似冇點會話，點會話唔認得佢啊？同埋唔算好瘦啫，唔算瘦啦，唔誇張寫到。喂，老實講，健康啲都好啊，咩暴瘦潮水啫？啊，又或者人咩壓力暴瘦啫？又或者人哋喂年開始年紀大啦，有細路仔啊，即係減下肥，唔好有咁多即係其他嗰啲咁嘅長期病都唔定啦。OK， 好翻嚟嗱，老實講，
電影啊，永遠咧係偏門嚟。嗯，先唔好講話，你就咁講功夫乜乜功夫乜乜咁樣揾揾揾埋阿黃家輝嗰啲咧，佢叫做咧啊啊，即係食食埋啲送頭送尾掃埋一紮咧，都未必有興趣去睇啦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功夫少林足球之後啊，即刻整條電視劇啊定電影啊？啊，又有秋生啊，又有張衛健啊，好有功夫足球啊，就係叫做功夫足球啊，會實實死啊已經。喂，咁好嗰陣時咧，或者又有一套台灣又拍套唔知咩功夫籃球咁樣嘅，我記得嗰陣時。喂，你一剎那，因為食住個潮咧，我哋唔計呢啲數，你人哋話你戇鳩話講孤孤惡寡，佢哋可能咧都執翻幾球喎，真係順利啊，咪個個死攣去咯。但係喂喂咁樣都唔係辦法嘅喎，係嘛？好啦，而家你仲話喺上面發展嗱，香港嗱佢哋呢一輩好慘啊，有個名氣，香港你話發展乜嘢？屌你，我唔會嘅，唔會喎。屌你老尾，你揾石噶嘛？唯有喺上面咯。但係上面而家有咁樣嘅形勢喎，真係好撚頭痛啊！我都覺得係嘛，咁啊難怪去報仇嘅。好，十一分鐘做短啲啱啦，我賣下廣告先。嗱，結我十五號咧，我哋啲月餅就嚟噶啦。咁啊，我哋逐步通知啦。不過我哋通常就自己試咗先啦。但係我都好有信心嘅，我哋啲月餅頂級貓山王八個裝348蚊，下張。五個裝嘅黑刺月餅嗱，送禮咧，哎，我唔知黑刺我都冇乜幾多貨添啊，咁就係258蚊，好再去嗱，今日咧我呢嗱我啲意大利飯咧，上次邊個上嚟煮過之後咧，咁我哋翻曬貨啦，全部齊款啊，意大利飯啊，啲星型意大利粉啊，西班牙飯啊，咁啊好簡單嘅啫，你中意落啲湯水味水落去即係煮，咪好味啲咯。如果唔係你清水煮到嘅喎，煮開咗其實咧簡單啲講咧。你總共係落700-800ml水到啦，不斷落不斷煮，一度落一度煮，一度煮一度落去係咁揮發，又繼續煮煮淋佢，咁啊7-8分鐘啦。因為嗱，意大利飯我再講多次，即係你哋自己唔習慣咧，咁你煮到熟曬、熟到透、淋曬冇問題嘅，你自己口味啊嘛。但係其實正式意大利飯啊，你應該有少少硬骨嘅 ，OK？ 咁啊煮7分鐘啦，咁啊我諗唔使我教大家噶啦。咁其實有成真係4-5碗飯嘅喎，3-4人份嘅喎。你如果淨係即係可以當正餐嘅喎，我唔記得68蚊定69蚊啦。咁啊，全部齊曬款啊，上嚟買有嘅啦。OK， 好再去。好啦 ，Wow Stop 啦，100蚊啦，唔特別講啦。嗱，呢個 Wow Stop 咧，而家就被即係而家直情係可以話係口服，即係口噴疫苗啊。啊，咁當其時唔得啦，而家就 OK 嘅啦。咁我哋好多網友用，因為除咗即係防止到COVID 之外咧。其實一般嘅流感啊、感冒咧，佢都好有作用嘅喎。OK， 中咗你一噴落去都好快好嘅。咁試即係未試過就覺得有冇咁神啦，試過就知啦。OK， 再咁啊 ，Wow Stop 之外 ，Wow Stop 糖你唔想噴咪食糖咯，都係100蚊。木經眼藥水呢、這個喂究竟做到幾時咧？仍然有嘅，580蚊嗱。今日有個網友上嚟驗眼，我今日驗咗眼，我對眼乜嘢事都冇，係隻左眼咧。係啲紅筋到咗黃斑，佢就好攰啊！咁但係問我又唔覺得好攰，定係因為我讀咗嗰個木經眼藥水咧？我唔知啊。嗱，木經眼藥水咧，嗱，今日有客上嚟驗，就咩事都冇，淨係有有一點飛蚊，但係原來佢7-8個月前咧，佢去睇個眼科醫生政府嘅喎，就話有少少白內障，但今日睇係冇曬白內障。咁佢做過乜嘢啊？乜都冇，淨係嗰個木經眼藥水咯。咁我諗，我相信係木經眼藥水幫佢啦。我同佢講，我話你下次幾時？佢話仲有1年，再翻覆診。我大粒木真係屌你，睇完一次喎，年休幾兩年先覆診。我你到時問下嗰個醫生，佢上次話你輕微白內障嘛？你睇下佢會唔？你如果佢同問你點解冇白內障，你同佢講，你讀咗你嗰個木經眼藥水。OK， 好撚堅㗎，580蚊，好再去。最後，好啦，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買得好好 ，OK。咁啊呢一個叫益生菌洗髮水，嗱事實上亦都有好多網友咧，即係用得好好啊。咁我對唔住都要做一次，咩叫對唔住咧？對唔住喺近日買嘅朋友啦。嗱，680蚊一支，我冇記錯嘅話，仍然係680蚊，冇減價。不過我會做一個禮拜 ，only 一個禮拜啫，即係配合人哋啊。做剪啊，買二送一 ，OK， 咁由聽日開，由即日開始啦，嚇、啊、到下個禮拜二嘅凌晨12點啦，嚇、下禮拜一嘅凌晨12點，今日星期二啊嘛，咁啊買二送一 ，OK， 咁啊即係話680蚊乘以即係1360除3
即係四百幾蚊支咋。嗱呢一隻益生菌嘅洗髮水，嗱我哋買得非常好，亦都效果唔錯，因為佢據講可以咧係即係唯一一隻可以唔係話無植咁簡單啊，係可以入去咧入到你嘅頭皮啊嗰、那個髮囊入邊啊，將你啲壞嘢啊就踢走，就同你啲好嘢咧就做 friend 啊。根據咁講嚇，係益活嘅嚇益生菌洗頭水啊，咁啊全港一隻嘅啫，亦都係唯一一隻去 claim 可以即係入你嘅頭皮深層發揮作用嘅防脫髮生髮洗頭水，咁啊買二送一啊，大家把握機會啦，好休息一陣。